我跟你讲，志斌，我问你，如果今天是你的亲弟弟，你会叫他私奔吗？你拢无想讲，恁出去，啊留落来这人，是会外伤心。你无良心啊！我直接把人搞放倒，不如我赶紧先走了。你派人去，我将世界搞放出来。他这个，你好好讲，他这个，世界就无为难了，你有啦。你世界有心啦。每礼拜五暗时10点5分，继续支持《台湾好戏爱回来》。